有活动的时候会经常在微博上搜自己，因为最近还要准备很多的活动，所以说还是听 AI 的比较多，大概是关于自己舞台的感觉的吧，没有想好，我选择在家，我是一个非常纯正的 i 人，有时候会去看粉丝给我的私信。现在的话还没有很多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可以在 KTV 里唱自己的歌。悦享心声，共享纯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浩 Levy。9月26日，期待在2023微博音乐盛典与你相遇。